位空中好朋友，咱即马听到的是汉语之声广播电台 FM 九五点九，伫今仔日2020年1月20日礼拜三暗时，咱对十点甲半暝一点，由我张建中张医师伫咱健康医学这个时段伫空中甲咱服务。咱知影汉语之声广播电台十数年来，咱伫空中安尼拍拼，无非要对着一个言论自由的坚持，因为咱知影，汉语之声十数年来，伊所坚持的，就是要安怎，伫个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，甲人民需要知所有的知识，咱的文化，咱的医疗，咱的政治，拢总，互咱空中的好朋友，特别真侪拢是时代人。60-70岁以上，伊敢来要用收音机来听，所以咱高中爱接到这个平台。当然，咱希望即马年轻的一辈会使用你的 iPhone， 啊是啥物 ETC 啦，啥物类的吼，有法度到 FM 的来听。将来数位电台、数位的电台拿出來，咱一人一台、四台的迄款，咱讲数位的。手机啊，嘛会使做数位收音机，啊，咱都免得啊，防抄、防掠、防罚、防关、防罚款。最近咱游玩也过来无这个风险，我嘛讲着好朋友，你会用接到十数年来听来，甲咱用小额捐款来甲支持电台生存。你若要捐款，会使利用邮政微博，小号2245-8054。号名林益祥，咱的行政电话0-2242-4498，咱的传真号码0-2243-5435。后点真久，张医师会开放现场的个人，个人的热线电话0-2246-2118。咱伫大台中地区，分嘉南以北，用 FM 95.9播出。伫新竹甲桃园地区用 FM 107.2播出，伫台北地区用 FM 107播出，伫嘉南用 FM 96.9播出。咱即摆空中好朋友，你若听到张医师伫即个时阵所播的，毋忙啊，你会记得咱尽力来支持即个电台的生存。今仔日张医师。啊，未开始进入健康医疗之前，要甲大家报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明仔早起，算当中昼啊啦吼，2020年正月1日礼拜四，中昼时12:30到2:00，张医师伫大同呼伦社一个英语社有邀请。黄全福专科医师，伊来去做专题演讲。伊讲的内容是医学治疗甲健康照顾对咱这个脑瘤跟脑癌 ，Medical treatment and health care of brain tumor and cancer。这是专科黄全福医师伊的讲题。明仔11:30到2:00。伫即个长荣三楼，哦，长荣饭店的三楼，啊，你若要做张医师的来宾，你只要付餐费500元，但是你明仔早起10点之前一定要互我知影吼，我才知影爱几个人去，啊，我会带咱一来听。黄全福医师伊即摆是中山医学大学附属病院现任的伽马刀。伽马 knife 用心的主任，哦，伊嘛是中山医学大学神经外科的主任，伊现在伫中山医学大学做开脑，啊，要开脑之前爱诊断，所以伊有迄款特别的机器，迄个机器本身高科技，但是你若无较真严重的健保未甲你付这条费用，所以。全福医师曾经在咱电台遮有寄一挂画报，
的单，你予咱来加入伊这个财团法人伽马刀的协会，伊做这个理事长。啊，加入这协会有什么好处？咱已经久久长长宣传，即下大家较冷气，所以无哩注意。你一个人一世人，敢若交一届200块的费用，你一家伙拢总啊下落，五个人就变做1000块。这条费用将来变做这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基金，伊要予将来健保付袂起这个脑生脑瘤、生脑癌高级检查，咱的健保帮办，健保无都甲你付迄个费用的时，这个检查费用拢会通过这个基金会财团法人伽马刀的这个。基金会，伊就法度替咱来出这条钱。啊，当然啦，即摆你安尼讲下讲，啊，反正用袂着，无法上好。保险的意思就是要保讲卖着病，出险就是着病，生脑瘤、生脑癌。哦，啊，即咱听人讲，开落去拢是20-30万至100万、200万，费用太悬嘞。啊，你若是健保啊挂住啊。凡是你家己自付也部分负担吼，开卡的10%，100万出10万，20万出2万，一年内底袂使超过2万。类似即款的规定，有法度予咱中产阶级以下的人负担得起，所以咱就会使享受健保，至少也袂死甲空卡翘。但是你若是失业，633跳票变做336，啊，咱都已经咧无钱啊，啊，佫较遮歹运。不管生脑瘤，不管生脑癌，一定爱用这伽马刀。这伽马刀翕相真贵，治疗佫较贵。下咧到地吼，一届拢50-100万。啊，这条钱健保若歪出，袂安怎？无安怎？都干呐拜托一个财团法人伽马 knife 伽马刀。这个基金会理事长转福医师，因这个基金会来替咱出，因为你以前是有交这200块，终身有效啦。啊，这领全国吼，听台湾的，咱拢上较少。我啊，若无要听台湾的，卖互享受，讲较白的，甲咱糟蹋糟蹋到呢，危险的代志都拢做会出来。甲一个检察总长。安尼硬甲逼甲会落台，硬甲即个，咱讲好好估哦，睇甲闪西比吼，啊硬拗的，啊即个人的道行律师吼，当然即摆爱视线吼，用文的就是视线，用武的，啊就是体制外的改革啊，你说革命啊，你害人革命呢，这是真妖秀的一个政府，你甲看伊款口气，今仔是中常会内底叫。卫生署署长去遐报告，卫生署署长遐表演，吼、哦、表演甲酷啊！讲这个三立的大话新闻，真的是混蛋的一群人啊！这些人害咱，大家拢唔敢去做疫苗，干嘛呢？唔敢去做疫苗是咱知影消息来源，好的乌白报，歹的甲你暗卡。台湾做疫苗死亡率。是加拿大的10倍，美国的11倍。这代志你嘛要予咱知呢？大话新闻把它喂出来，啊，结果讲这阵人是敢那暴徒了，暴徒啦，暴徒。哦，我做混蛋，这都已经失去一个人的理想吼。当然啦，伊是政治正确啦。哦，马英九输在个拍拍手嘞，你听马英九讲话。我们就是要这样，这样才算一个团结的党。咱就是要安尼硬干嘛？哇，做你干，做你干，你干的结果，咱就来修行。因为你看，连播算拢总巩固，后面整个月啊，就要搁四席，互你搁巩固。后来五都拢互巩固，你再怎样讲，伊骨头无骨臂。去加伊个闹闹安尼，吼、欸！你先看咱咁要吐，就是讲安尼作秀有路用。
诶，人诶性命毋是互你用作秀诶，阮诶事业嘛毋是互你用作秀呢。你该实实在在甲人民讲，好伫倒，歹伫倒，伊诶危险因素伫倒。所以，咱无欢迎、无听台湾诶，无要认同台湾诶来加入即个灾难法人伽马奈夫基金会。所以，咱要招咱诶亲戚朋友，请你招咱即个听台湾诶。若要认同中国，拜托啦，可以去中国迄边开，可以去中国迄边用中国诶，啥物伽马奈夫、伽马刀啦吼，奈夫就是刀啊，伊敢若像刀啊来甲你开脑，三度空间诶吼。